农村出身的赵丽颖凭仗着自己的努力和过人的演技，终于在演艺圈成为了一线明星。工作上这么努力的她，一度被人称作为拼命三娘，自然赵丽颖的感情生活也是备受网民的关注。如今赵丽颖也是到了结婚年纪，粉丝们也是为赵丽颖操碎了心，她的终身大事是我们期待已久的。赵丽颖在演艺圈合作过的男明星有很多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赵丽颖的三部剧中每一部都是和同一个人扮演的情侣。没错，这个人就是阳光大男孩陈伟霆，不知道这是偶然还是有心安排。不过我们可以从一些小细节当中看到两人的关系还是不一般的，两人抱过同一只小兔子玩偶，用的也是同一款手机，就连在片场对台词的时候，两人也是大胆的公开牵手。例如这些细节还不能说明什么，那么这张二人穿情侣服足以可以说明问题了吧。不管两人是不是真的在一起了，小编只盼望我们可爱的银豹有人疼有人爱，可以幸福的生活。赵丽颖乖巧甜美的形象和自然脱俗的演技越来越让人喜欢。